谁谁真的可以玩？这是一个迷宫的概念。惊赛无底吹啊啦，唔通甲费钱。又有一点历史感的整个状态里头，
我们因此找了一个主题叫发声。什么叫发声？其实我在我的这个作品里头的介绍有说到，在发声与发声之间，我们会待会儿看到发声跟发声之间其实有更多更少细节的片刻，需要大家更要放下心来去看到那个片刻。